今天要推荐一位让人心动的美少女，她是 Moody's 的超可爱专属新人，名叫宫下绫奈，出道作番号是 MIDV075。她今年19岁，身高162公分，因为对东京的憧憬而来东京上大学，并且就这么进入了这个未知的世界，暗黑界。宫下绫奈仅仅是那张脸蛋配上片中的造型，就足以勾走很多影迷的心，而且她不止脸蛋非常完美，身材也是一绝。因为喜欢运动，时常锻炼身体，因此腰身苗条，四肢纤细修长，胸部也有料，又细又白，展现了青春的美好，光是看完封面和剧照就不争气的硬了。宫下绫奈只和两个人好过，经验不足，是个天真烂漫的直球美少女，来到这个未知世界多少有点紧张，乳头是她的性感带，身体非常敏感，一碰就抖个不停。她对于自己的皮肤和颜值很有信心，直接素颜上阵，完全不会害怕，怎么拍都好看。因为身体条件超好，已经有人把她比作 Moody's 的河北采花。宫下绫奈还经常在 SNS 上发照片，人气不比石川绫差。年轻漂亮，有奶高挑，人气还高，这不管怎么看都是下一站天后的模样。然而宫下绫奈是有黑历史的，她的银幕初体验并不是这部作品，而是 FC2。是的，他在出道之前就已经被 FC2 捕获了，而且是没有马赛克的，你想要看的地方全部都能看到。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。大家觉得 Moody's 的超可爱专属新人宫下绫奈怎么样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。另外也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观看最新影片。